要去哪里玩？我们要去哪里？我们要去博二。所以在这个搭一下我们高雄的轻轨站。口罩戴好。我们要去哪里？即将抵达。不知道是。那我们要去环游旅程。没有，我们又不是在大阪。我们要去找大姑姑喝咖啡，跟她蹭咖啡来喝，蹭松饼来吃。蹭松饼来吃。好。好，拜拜。
都吃的，回去这边都卖吃的，蛮热闹的、啊。还有卖披萨的，韩式炸鸡、鸡蛋酥。哦，感觉这里很热闹哎，满满的人。唐小鸭。还有吃泡面。